台湾民众党八个立委，我们在八个委员会里面，我们都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所提出来的招委候选人。昨天其实跟傅昆萁总召联络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完全没有提到招委选举的事情。我们昨天在通话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表明希望未来针对福国利民的法案，大家能够携手合作，这些改革的法案能够合作尽速的通过，也扮演强力监督执政党的角色。那针对我们所表达这样子的一个立场，那傅昆萁总召他也表示认同。